我大概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几个活动提醒。但首先，整个活动就是有一个行为守则，那所以请大家有空的话都阅览一下。那包含说，避免对他人有一些骚扰的行为。那如果你有遇到相关的这个困扰或有别人对你不友善的话，就欢迎跟救生团的职工或者比较资深参与者都可以直接表达，或者到直接到报到台都可以。那这边也有英文版，那也提供给英语的使用者做参考。那我们其实社群其实也有一份林氏政府的宣言，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去简单浏览一下。其实强调的就是大家可以很平等的去发起一些行动，然后找到合作的伙伴。那对于现状，我们可以想办法找出一些解决的方向，一起来形成开源的资源去做推动。那什么是 GMV 的这个临时政府黑客松呢？其实它就是一个2个月会办一次的大的，将近100人以上的黑客松活动，在里面呢会有大家提案，大家来找合作的伙伴，那提出一些专案的成果进度，甚至去引动一些跟更多元的团体来合作，可能是 NGO 团体，或者甚至公部门的团体，有一些课题其实是公共政策有公共利益的，那在黑客松的场域来进行推展。所以，我们秉持的是开源的行动主义，还有公民精神的实践。开源的成果，其实它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专案，跟更多的国家还有城市的朋友去参考。所以，当你遇到一些生活上的可能是有公共目的、公共利益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不妨把它的构想或你遇到的问题写成一些共笔的文件，来黑客中来提案。那我记得今天提案的空位还有一个啊，所以如果你现在马上有一个提案想法的话，在大概3分钟之内，你可以稍微想一下，然后把那个空格填满。那黑客松的场域，包含今天其实就是一个聚集大家hacking 的一个实体活动空间。这是我们上一次在台中的办的黑客松，就大肚山海豚黑客松的现场的一些画面照片。那其实，在2012年的12月1号，第一次的黑客松叫做第零次动员戡乱黑客松，也是在资讯所的一个神秘的空间，我个人是没有去过的。我现在只有看照片，看到一个好像地下室的空间。那一路包含大家的参与者的贡献，还有救生团工作小组的努力，一直办到现在。现在当然就是2022的10月22日。过程中我们也邀请大家给每一次的黑客松来命名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台湾10年内的一些风潮的关键字就是佛系黑客松、高墙功德这功德然后世界最危险的黑客松，或者是不顾北京反对嘛，跟留台湾等等。那到今年是10周年的黑客松。好，那其实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在台北当然是最主要我们办黑客松的地点。不过过程中也发现到，我们在台南、台中甚至有一些合作型的活动也在花莲或者苗栗所举办。那我们在线上的场域呢，也有 Slack 的频道，所以也鼓励大家今天如果还没有参加到 Slack 频道里面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注册。那也有一个频道是跟 Cover Korea 还有 Cover Japan 的朋友们有一个联动的频道，叫 FTO Facing the Ocean 的频道。所以这个黑客松当然就会期待大家做提案、做专案。那许许多多的专案，我这边就稍微摘要列出一些，包含第一个专案是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视觉化，然后像最近像是这个 GMV 的简讯十连制，先有社群朋友提出一些简讯十连的构想或架构，然后变成一些政策参考的依据。那甚至到不同的社会群体或者 NGO 团体，其实都有蛮多的合作跟连接。所以，我们救生团这边也初步的用一些标签的架构，用这个 SDG 的面向来看看这些蛮多元的面向的主题有一些这个效果那包含其实最主要的是开放资料跟开源社群的基础建设。那我觉得这是居民社群的专案里面有看到一个蛮特别的方向。那总的来说，松就是黑客松嘛。那当然需要每一位参与者一起来参与，包含个人或者是团体，有些 NGO 团体也会把他的议题带到黑客松的场域。那这个坑就是每一个专案。那其实源这个事情也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是它是开源的成果，另外一方面黑客松的经营也需要资源。
那我们也有透过一个仪表板去呈现历年的参与的成果。那这个圆呢，其实有包含像今天帮忙报道或帮忙在报道台指引大家的这个贡献者，或者说有的捐款者定期定额来捐助这个大松的支持。所以我们其实也统整了这个十年内我们所记载有曾经每一个活动来帮忙的这个小帮手也好，或者贡献者，或者一些合作的单位。那我就借两分钟，我就一一念一下。好的，那好，这个排列组合是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依照个人跟单位，然后依照字母排列。那从奥克曼就是奥克曼，然后 Ace Chan 小班 AEL， 然后 Elvin， 然后 AU， 这一位应该 Bob 啊，哦 Bob。Better， 好，比林，好 ，Billy， Blue， 卡西，Caleb， 然后 CH3N97W， 好，哲伟，之浩，然后 Claire， Cliff， 好 ，CEO 高，啊，大柱，好 ，DDIO， Dlandy， 啊 ，Erin， 啊 ，ESNE， 好 ，ET， 啊 ，ED Blue，ED 吴，好 ，EX，FNTS。RLIKE Freedom 富米富米MIYABE Gavin Grace Howard Howard's Son 新佑李杰IPA ISACL Jack Chen Jason JBYTW Jimmy Joanna Joe 王JohnnyJOKEUN， 然后Jonathan， 然后 JUANNA， 然后 Kang 江明忠，可威，然后子瑜 KY， Lavine LANF0N， LANFON， LANFON 七折 LE0N， 李王清。Leo 424Y Little Chin Lucian 马克炮 Michael Lee Mike 月泰然后蒙才 Mr. ORZ Nora Pass Leo 然后宝拉 Paula Peggy Peter 皮皮 PN5 Poga Poka Rebecca 然后这位是 RHOZAN GreenRita, Ronnie, RS, Sam, 然后 SEAN, 这位应该是任翔嘛，Same, 对，那下一位是 SHAO, 然后 Sherry, Simon, Simon Pai, Stella, Steamy, Super Bill, 叔叔 Kirby, T-Mom, 豆腐 TD Cat, Turi, Working Eyes, WAYNEH,伟霆，然后这个是应该 LY 那易华、伊伦廖彦凯 YMOW 玉凯、雨婷、Roy， 然后小四、小谢、田君、彭如、宇昌、阿哲、阿轩、依萍、高小兔。韦尼基、陈林志、陈林志老师，然后陈淑玉老师，韦林柳默默、杰克、彭兆胜、小鹏，那小林，还有廖宏源所长，廖浩博、粽子维新、卢医师、李瑜，那一些专案的合作单位，像 COVAX、COSCA、Discovery、GDV Intel、Rentia、B 台湾。中研院资讯所、水保局、台南新芽协会、好想工作室、阿美与萌点，还有银厨餐厅。那以上就是感谢这十年，就是从第一年也好，第几年也好，就是每一次的大松，包含帮助我们报道，帮助我们很多的甚至主视觉等等的相关的资源。那如果有缺漏的话，我其实在我们今天活动的外面呢，有一个湖面的墙面，也欢迎大家去帮我们补充。那救松团为了感谢大家这些贡献者，你可以凭这个
截图也好，或者照片，跟我们领取一本小贴纸簿。就是我们常常在 conference 拿到很多贴纸，那我们其实今天有准备了贴纸本，就是大家可以长期的收藏这些贴纸簿。那就依照，我们就欢迎这个贡献者，如果个人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找我们领取一本。好，谢谢大家。那延续就是刚才提到，我们有一个社群的互动墙面，有一些问答也是从社群的角度来出发，也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些，包含有一些这个影响力报告的文件也可以参考，还有技能贴纸，还有今天的义卖品，包含这个刚出炉的拖鞋，过去有的棒球帽，然后技能贴纸簿，还有就是餐具组。那今天呢，其实一二会议室都有开放做 hacking 的使用。那今天我们所在的现在现场这个是第二会议室，上午会进行提案，下午会进行论坛。所以，下午如果您也有报名论坛的话，我们到时候会用左边这个小的贴纸作为报到的这个识别，所以大概在12点半到3点的时候，第二会议室会依照这个论坛的贴纸来进行出入的管制，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11点50的时候会在4楼，就进行中餐。那这个动线的话，请大家到时候稍微记得啊，我们还会再引导，就走我现在右手边的这边的楼梯，就不是入口的楼梯哦，是比较是另外一侧，比较后面的那边的楼梯进到4楼。那到时候还是会有工作人员会引导大家。那下午4点的时候是成果的报告的时间。好，那最后再补一下，今天的网络就是用无线的方式，所以你可能要找这个 ASGuest 这个无线的 WiFi 网络去做连接。那以上我是今天这个简单的10周年黑客松跟论坛的一个活动说明。那接下来我就请这个 Tiff 来进行下一个活动。好，OK，大家早安。就是呢，今等天一下，阴雨蒙蒙，我先我边讲试一下，话。好，好，然后就是相信很多人就是在场各位都很早起，然后现在可能还有点想睡觉，所以等下有一个活动要让大家醒脑一下，然后准备迎接今天一整天的脑内爆炸。然后我们等一下的游戏呢会用卡户，所以卡户要用你的手机来玩。那先请大家先帮我准备图好形手设定，它机。这里面那的图今形天设这定或个进阶卡户显游示设戏定，里面我包忘记含哪一个。第一你的背景，然后透过这个游 OK，戏让大家认识你。那第二是好，我们只有想要60，来先了降解一下60。大家对 GMB 有多熟悉。所以好，后面的题目会是测验题。那测验题如果没是有前三次三可名以的选人，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本贴纸簿。贴纸簿有多好用呢？就除了可以贴贴纸之外，它还可以当你的那个，可以请 Ronnie 站起来秀给大家看一下，它可以直接当你的名牌。对对对对，然后它就可以在里面粘贴纸，所以大家可以努力争取前三名。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开始。等待他一下。好的。好的，那请大家帮我扫一下上面的那个 QR code。今天的音乐有特别搭配了万圣节的那个氛围。